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。人们常说冰火不相容，我相信吗？有人说这座城里藏着最悠远的文明记忆，你听过吗？有人认为安逸久了就不想动了，至少这些高贵的小家伙们是这么想的。这是这座城里古老的遗产，但他们喜欢这样的定义吗？一千多个日夜的全力以赴，只为百分百的圆满回答。大运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液，每个角落都能听见梦想的脚步，全力以赴的每一天都将化作最深刻的回忆。微笑是跨越国界的默契，极致是孜孜不倦的追求，每一处细节都曾历经重重考验，每一个赛场都将以完美的姿态呈现。三千年历远的文明记忆，此刻不再遥远。这里的人用包容让冰火相融，这里的人或许安逸，但实际并不安分。他们用天马行空让高贵的熊猫不再高冷，他们延续的古老的遗产不再古板。在烟火里绽放，在雪山下传递热情，只要敢想，何处不是舞台？三千年前的他，远道而来，只为点燃这满城星光。以大运之名，在这里与世界相聚。